选手何谓的平和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上来以后做这个力量型的动作，直臂去体，分腿慢前手倒立，然后是一个单臂倒立，再转体90度。上来以后这个是一个0.1的空翻动作。哎呀非常可惜，他完成的是一个 B 加 C 加 D 的连接，这串本来可以获得一个0.3的加分，可惜了。何伟的动作都非常有力度，这动作完成比较好，团身向后去体跳，哎呦，这晃还是有一大晃。哦，这做了一个普罗特诺瓦，这是个0.2的加分。他的下法也是一组难度，也是可以获得个0.2的加分。